昨天他错了一次。你们都有钱，家当。昨天他错过一次，怎么着呢？我早晨他们订的有几个，有两个大户，两个大户一万多块钱。就是我俩。两块钱。一万多块钱。那么在总出回的四万多扣下的，还一万多。一万多，我都没。后来怎么着了？没有。没差几毛钱一万块钱，哎呀，我知道，我猜的，我不知道，你差我一万，他就问我要钱了，他说回给我扣。